随着欧洲国家联赛的结束，五大联赛烽火重燃，而英超第五轮也将迎来几场重量级对决。托特纳姆热刺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利物浦，而曼联将会远赴维卡拉格路球场挑战沃特福德。这支英超的大黄蜂开局四连胜，状态比曼联好多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曼联后防大将罗霍在 U23 的恢复性比赛中再度受伤。穆里尼奥这次真的愁白了头。穆里尼奥所执教的球队之中，从来没有像如今曼联这么糟糕的后防。林德洛夫和斯莫林的中卫组合堪称天团，现在只求他们不要再传刀山球、什么漏人之类的看运气好了。在过去的几个赛季，曼联的后防线也是堪称天团，但是还有德赫亚镇守最后一关，他也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一门将。然而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，德赫亚成为了摄政王，他只完成了一次成功扑救。要知道，西班牙的后防线可不是曼联的后防，由拉莫斯、皮克、阿尔巴和纳乔组建的后防线还算得上世界一流。德赫亚的表现还是让人大跌眼镜，而世界杯之后，德赫亚的状态也还没有恢复过来。按照 BBC 的数据统计，在新赛季英超前四场比赛中，曼联门将德赫亚在门将扑救成功率排行榜垫底。他本赛季面对射正的射门只完成了 50% 的成功扑救。要知道，虽然利物浦门神阿利松喜欢玩火，他在不丢球和扑救成功率的排行榜上都位居榜首。自从世界杯以来，此前一直号称世界第一门将的德赫亚却有点迷失。世界杯加英超的八场比赛，德赫亚面对的27次射门丢了14球，而在英超赛场上，他的场均丢球数多达 0.88 球，也排在了倒数第三的位置。一夜之间，德赫亚突然就变成了卡里乌斯，他究竟怎么了？是不是受到了卡里乌斯病毒的传染呢？其实 BBC 的这个数据统计并不能说明问题，英超赛场的德赫亚依旧还是曼联的爸爸。无奈这个神坑的后防线，林德洛夫还爱传刀山球，不说他是卧底都算好了。德赫亚也是万分无奈，遇上后防天团，谁也没办法。